我得了阿尔茨海默。阿尔茨海默就是老年痴呆症，俗称失忆症。我的记忆会慢慢消失，最近的消失的最快，有的反而记得很清楚，只是慢慢的慢慢的记忆都会消失。我会忘记如何画一张设计图，我会忘记自己的住址和电话，有一天我会忘记吃饭走路，我的脑部会慢慢萎缩，肌肉也会丧失功能。也许有一天我会完全失去自我，完全昏迷，就像我妈和外婆一样，一觉睡下去就再也不会醒过来。所以奇迹的，欣欣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我这个样子你都知道吧？所以离开我，忘了我，我们下辈子再见好不好？我今生给不了你未来的。